这场戏是在一个潍柴的一个废旧的一个厂房拍摄的。是您呐，你怎么来的？没想过不成现场放的都是很多黑烟，进去一趟整个鼻孔里面都是黑的，当然这个黑烟是我们道具准备的，所以我觉得演员可能相对来说好一点，可能工作人员会更加辛苦一些。白的